我他妈人傻了，这他妈是船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你看他的桨叶了吗？这个桨叶是赛用的桨叶，它比普通桨叶要大很多。要不然为什么说泰国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国家？因为它真的太狂野了。对对对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所以咱们要坐这两艘船出去，我有点哆嗦了，我已经。这是泰国当地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船，然后他们用的这个发动机全部都是大爆改的赛用的螺旋桨和发动机。那比如说这个发动机，它用的是一个50铃的3.0T4缸的一个机器，这台机器有700匹马力，放一他妈小木筏上。而在这个速度下呢，你看我们上这个船为什么没有穿救生衣呢？是因为这个速度下，你从船上掉下来砸到水面上，跟砸到水泥地其实已经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是涡轮，就是它的这个口径已经真的是能塞下一个大象的鼻子了，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模仿。就是据说这个东西开起来会非常非常的。OK。有没有拉力？我这有点哆嗦。OK。来，那你能告诉我它怎么做吗？我。我能弄啊。就这样吗？我怎么拍啊？我们得趴着吧。你拍你就只能找角度了。我在问这个最高时速确实能到多少？你看不了我们跑来的。买浪多，让你试一试。哇，就兰博基尼确实出过一个非常快的快艇，那玩意儿卖$几千万，你记得吧？就那个船，我敢打包票，它一定没有这个快，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推重比真的是，哇，这动静已经起来了，我已经有点慌了。哇，它这个发动机真的。头皮都发麻。哦，那要在这开始吗？哇，不对啊，我们刚原来没开始啊。我们来，现在这是一个巨宽阔的水域，我们要从这儿开始吗？哇，这发动机的轰鸣真吓人。所以完了以后，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要开始进行一场像比赛一样的，这两艘船待会会一起跑。对 ，OK。太夸张了！我操，这真的吓人，我感觉。你这个太夸张了吧？要来了！来了吗？